这款游戏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它的名字叫做《骰子闯魔城》。我们前进的方式是要掷骰子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的骰子的效果最大化，就会有比较好的优势去控制战场，然后收集东西。所以我们先来玩玩看吧。哇，等一下，他的英雄很多耶，但我们现在只能用这个侍从掷骰子，这样，这样。哦 ，OK， 我大概知道了。反正你就是填满它下面的那个点点，然后它会打你，好像有点温和。哇，不要收太早，等一下又要翻车了。哦哦，有同伴，有同伴了，有来了来了，我看一下，选择一名同伴，我们当然是选这个姐姐啊，选姐姐。然后我想一下哦，掷个骰吧。哇，哎，要骰到六其实没有很容易耶。再骰一次，我输了。我知道要怎么玩了。对，它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用骰子来决定的。像右边这个啊，就是你把一二三四五六都填满的话，你就会得到一个钱钱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发动技能，你要把这两个骰子填满。然后如果你要打死这个角色，你要放二二二。它如果有写数字的点数，只要大于它就可以。可是如果它是放这种点点的，你就只能放点点。对，它其实感觉蛮简单的，但有一点没有很容易。你要去想怎么样子你受到的伤害会最小，或是你得到的利益会最大。来，就要买东西了，麦达斯手套。10% 的几率敌人掉落的银币会变成金币。再买，云不撑住好不好，先不要死。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。哎，弟弟搞到帕外渔夫呢，下面一数，他是漏盾吗？他一直打我的渔夫，哎，干嘛？有仇是不是啊？他怎么还有？哇，他会分裂！我哦，我没有防到他，可恶！我刚刚以为他打就没了，他竟然给我分裂！受伤的是我，话都跟你说。有了，我打死，我打死了。栓树，我们先弄这只啊，把它弄死。哇，弄不死他，完蛋！哇，还被打两下，好亏哦，太亏了吧！啊，这样我被打很多下哎，我的渔夫会不会死掉啊？我死掉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渔夫没有掰，渔夫还活着。渔夫，你可以发动技能帮自己补一下血吗？他刚刚做了什么？他刚刚有做事吗？哦，他帮我加两个银币。哦，他有做事。哦，可以帮自己补血了，渔夫你很棒。甩到一个四了吼，哦，终于，搞半天呢。哎，这个东西也太废了吧！什么叫没有任何效果啊？那我一定要发动它干嘛？哎，可是它30滴血耶！这流浪汉是漏盾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我们要不要选这个血很多的废物啊？它唯一的好处就是血很多，哎，是不是？好，证明它不是废物。好，来，你来，你等一下，我的渔夫嘞！哦，我用渔夫换了一个废物。哦，哦，不，不，废物，他真的好废哦！我以为我会有两个人的，他是不是真的是废物啊？你证明给我看，你到底是不是废物？不不，不不，他不不，他只是不不了一声。这个有点不好打哎，先把这只哎不，这不打，发动 ，nice， 他还没有帮皇后扛伤害，对耶，他也不帮我扛伤害耶，啊呦呦呦，说扛就扛好不好？哇，两点放在这里好了，等一下让他放个屁，拿去放屁，超浪费的，我就。我给他一个骰子，就为了让他放屁吗？气死我了！赞赞啊，有肉肉哎、欸，
点，等一下，他的恢复同伴八点生命只有包含我吗？还是只有回复流浪汉啊？流浪汉那么废，我还要给他吃牛排哦，怎么办啊？我要买什么啊？先买一个这个好了，希望他的同伴有办法。哇，他吃掉了！大家是吃我的丰盛午餐吗？哦，可以。啊，不对不对，他只能打一个啊！我错了。等下，不能取消。他刚刚不揪没有用哎，我浪费了一次。哦，我浪费了一个点。哦，我真的是做错。哦，来了，可以换人，可以换人了。沉默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伊纳克梅克利，哇，出事了，对个屁哦，我傻眼，哇，我刚刚不应该先睡他的吗？哇，来不及了，我的回复是补血。而且我的沉默不能用了啦！哦，我哭哦！这样，直接一票把他打死好了。我刚刚就不应该沉默，我刚刚沉默就是输了。我沉默那一手真的是，哦，气死哎！关卡开始时沉默所有敌人。沉默起来，我们要沉默了，沉默起来啦！我们现在双沉默了，可以了吧？不是啊，这样对吗？对啊，我不能打哎，那沉默有个屁用哦！这个沉默怎么连自己都沉默了？很强吧？这个沉默很强吧？我应该可以这一回合就把他弄死吧？这样把他弄死啊，让他闭嘴。有啦，结束。完了，完蛋了啦！而且为什么他开局没沉默啊？怎么办？我好绝望哦！结束回合，打他！哦耶，我活着，有敢打。沉默术！哎呦，我的创意玩法来咯，各位朋友们！一！不，没有一，死定了！黄龙。谁借我十二啊？我傻眼呢，怎么会不够啊？不，死了。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，这款蛮不错的哎。我觉得这款上的时候可能可以小玩一下。其实它是一个有点赌博性质的游戏，可是它有点难。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难，但是蛮好玩的，比我预想中的好玩。